不为所动，只不为所动，可以再靠近一点点。我输了，我就做给你啦。对，就是做给你，关我屁事啊！你去，你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讲什么东西啊？闭嘴！他是我在讲话，都没有听到别人啊！不懂，有些人值得尊重，有些人不。闭嘴！红神圈上战崩版初赛来了，火爆互飙，你去干我屁事！这样看起来的话是77.86，哇，这崩版瘦超级多哎、欸！刚踏进自媒体的时候大概130多，但可能有预估到吧，他打这只猪，所以想要瘦一点，打他比较不会难看。哇，你瘦很多、啊，你准不准啊？红神这边量出来体重是118.6，我会尽量的去减重，可是我应该不会去收尾了，好不好 ？Oh no， 应该不会去收尾了。红神张家航4月10瓶黄子佼事件失言，导致 YouTube 频道被移除。近日被疯版呛是与黄子佼做兄弟的赖皮猪而杠上，两人确定在奖金超过8位数12月举办的拳上2024擂台上对打，经记者会现场更是火药味满满。这边宣告哦，这场拳赛如果输了，我退出自媒体 ，YT 关掉，抖音、IG 全部锁掉，关机。说不定疯版退出了，换成什么胖版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换成凤蛙也有可能啊。你真的是赖皮，是不是正义的吗？我啊，不好的。那你敢不敢接你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你要接什么？我输了，我退出自媒体啊。退出自媒体关我屁事啊！你去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讲什么东西啊？跟你没关系，不敢接屁事啊！来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早就很不敢接我准去死，跟我没关系啦！闭嘴！他是我在讲话，都没有听到别人啊！不懂，有些人值得尊重，有些人不。闭嘴！来，我现在要跟大家宣布第二件事情。谁讲话？我早知道这赖皮。谁在讲话？所以我准备第二件事情。你给我闭嘴！现在我来讲话，真的有你讲话的时间。然后跟你讲一下讲什么？我自己这个健身，我是先减脂，我是希望能够在赛前的时候能够减到大概100公斤以下，然后再去学拳。OK， 好，换你了，请说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今天打输这只赖皮猪，我会拿出50万捐赠公益团体。如果今天赖皮猪你打赢50万，你没有，我帮你出一样捐赠50万，这么少？你值多少？我打赢，对不对？我打赢，你钱给我嘛，我很缺钱，好不好？那你打输呢？啊，那是你的承诺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能输给我一半就好，25要不要？25太少啦，500万啊！你说到做到呢，我说到做到。你有500万吗？我怎么没有500万？你疯了吗？不，你刚刚讲嘛，你输我500万，好，我输你250万。我看，我们就500万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不然100万，我赢你100万，你赢我50万，好不好？可以接，哎，要签字据呢。不用签，我会说到做到哈。100万，到时候我到现场去，只要我打输被你 KO， 我直接放在桌上给你拿走。错了，